在此之前，水墨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用途，能够表现解剖学意义上的真实。在此之前，中国人也从来没有这样画过一匹马，一匹行将破纸而出的奔马。他的运笔如此挥洒自如，仿佛须臾之间随性而就。它的细节又如此精到准确，仿佛心无旁骛的沉静描摹。这幅徐悲鸿创作的奔马，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中国画技法和马匹扑面而来的生命力。画作右下方落款悲鸿甲身，可知创作于1944年，这正是抗日战争临近曙光之际，也是作者徐悲鸿艺术创作的巅峰之时。这一年徐悲鸿落笔尤其笃定，记得奔马之行，让水墨肌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立体透视感。又得奔马之神，赋予中国画一种雄健的、不可遏制的力度感。作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徐悲鸿已在这条创作道路上求索了30多年。1920年，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一个来自中国的穷学生，已经连续几周每日以面包和冷水充饥，同时拼命作画。他不太敢碰耗材费用很高的油画，而把训练的注意力放在了素描上。没钱请模特，他就在宿舍对着镜子画自己。艺术家终将会面对一个真正的自己。1年前，五四运动爆发，那是东方欲小钱的风雷涌动。而在24岁的徐悲鸿看来，绘画艺术同样需要一场变革，改变数百年文人画高冷、务虚、逃避社会现实的传统。他万里迢迢来到地球另一端的艺术之都，就是带着革新的使命。徐悲鸿通过了极为严格的入学考试后，开始系统学习西洋画。西洋绘画以自然写生、石膏及人体素描训练为基础，以精准的造型能力呈现写实的力量。
巴黎郊外的马场是徐悲鸿经常光顾的地方。那些光影、明暗、结构、线条、骨骼、肌肉、身姿、神态，日复一日的观察与描摹，马的形象从笔端烙刻进心里。马仿佛成了徐悲鸿的另一种自画像。他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故土，仍然是万马齐喑。他要画一匹奔马，重抖擞，释风雷，让九州昂扬。归国后，徐悲鸿以旺盛的精力投入美术教学与创作中，这里有他挚爱的同胞、亲爱的学生，他积极推行与实践艺术教学革新，多次举办画展，为抗战筹款，为人民控诉，为国家鼓与呼。国家危亡，民族苦难，占据着他整个胸腔。1931年的九方高，徐悲鸿倾吐内心郁闷，愿为知己者用，不愿为昏庸者知。1939年，风尘动广漠，霜草石秋高，道尽了骏马西风的肃杀不平之气。1941年的奔马图，宽恕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画家以马踏牧野，抒发抗敌之志。1942年，哀鸣似战斗，迥立向苍苍，则以竭力的背影，明志向死而生，威武不屈。1944年，抗战正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徐悲鸿又一次拿起笔来，他要让自由的奔马代替他呐喊嘶鸣，向寰宇宣告：中国终将迎来最后的胜利。他会把这个马的这个腿画得很长，身子画得稍微瘦弱一些，然后鼻孔很大。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的马是没有眼睛的，他把马的眼睛用一块重墨含到了他的这个马头的结构里面。这种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善于奔跑的、可以去战斗的这种战马。只有这种战马，我觉得才有这种民族性和鼓舞性在里面。徐悲鸿画马，首先是强调骨骼，在马的躯干和头部都可以看到明显的骨骼结构，马腿、马蹄的关节细节都刻画得十分清晰到位，这就是素描功底的自然流露。为了表现马的肌肉，徐悲鸿将西画的光影画法应用到画马上，马的臀部和背部常以大面积的留白，通过明暗来表现马的雄健肌肉，体积感十足。马腿和马头也都有高光留白处理。徐悲鸿的马各种角度都有，而且常常有种从画里向画外跃出的动势，表现出强烈的透视效果。
徐悲鸿先生笔下的奔马呢，它不是曲高和寡的啊，源自于传统文人书斋之中的一种自命清高的，而是呈现出一种与人民群众、与家国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啊，能够彰显一种集体性的人文关怀和社会精神的马的形象。如今，奔马伫立在中国美术馆，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个不屈的猛士，自由的精灵，是炎黄儿女驰骋天地的精神化身。奔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永远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这昂扬的精神，让我们砥砺奋进，腾飞跨越。道在日新，亦亦须日新，新者生机也，不新则死。